想要买一间开窗看得到绿树，走出家门口有绿地公园的房子，在寸土寸金的都会区里面，对上班族的人们来说简直就是做梦。周成怡独自在北部工作，目前还是个无壳瓜牛族，老家前面那片绿地是他成长的回忆。在荒野担任志工妈妈的林思杰，爱好大自然的他，舍弃便捷的都会区，选择在有绿地环境的新店成家，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在水泥丛林中，是否能够开创出一片充满绿意的新生活？今天节目要来好好探讨这个问题。哦，讲到这种绿色的树木，现在对现代文明的这个社会来讲哦，其实每一个人都好希望能够接近大自然，是没错啦。可是像我们在城市里面，这种机会真的比较少。所以今天我们两位也来到现场，我问一下哈，上一次还记得最接近森林跟大树的机会，请问大概是什么时候？荒野妈妈还记得吗？大概在3个月前吧。3个月。对，然后我接受了荒野的一个训练。对，然后这个训练呢，就是把我们一群家长带到森林里面，然后用我们这个领巾，对，把我们眼睛都蒙起来，蒙起来，对，整个蒙起来，躲猫猫。对，我们是完全看不到的。对，然后呢，然后就跟我们说，你们自己用眼睛感受，不是用眼睛，就是用心，对，用心去感受一下，去找你们的树妈妈。啊，什么意思啊？我们有树妈妈？对，就是在我们围绕的我们这一片森林里面，有一棵树，它在守护着我们，然后它就在那边等我们去找它。那真的有找到吗？有，那时候我真的感觉大概在我这个角度，对，我就觉得有一棵树一直在那边，所以你会跟它心电感应，对，所以你真的就靠过去了。对，那会不会有人跟你的这个树妈妈是同一个？对，没有。我们找到人一个人样的树，对，真的、还是有人本来要走进你那一刻，他看到你走过去，他只好走过去，眼睛都蒙住，所以是看不到，但是用自己的感应，对，哇，那是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体验的呢，这很棒的经验呢。所以呢，我觉得我比较幸运，就是虽然我平常都住在都市丛林里面，但是有时候工作去拍戏就会到郊外，是。然后我记得上一次大概一个多月前吧，我们去龙潭的一个茶园里面拍戏，茶园，然后我就。也是整片都是绿意哦，对对对，那感觉很特别，就是早上从台北市出发，开车开到龙潭那个乡下山里面，就哇，满山遍野都是绿色环绕着你。好，那接着下来呢，有一段影片，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下。我觉得树木对小朋友跟我们这种成年人，真的长在都市当中的这些成年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错，这一群小朋友呢，他们会在影片当中做一些事情，我们一起来瞧一瞧，好不好？好，我们先看看。这些小朋友看起来每一个都好专业哦。
们在干嘛呀？有拿相机的，那有拿皮尺的，就拿那个好像枪的，然后很特别的工具，我们连看都没看过。我们猜猜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花叶妈妈，你觉得他们在做什么？我想他们应该在推测树的年纪，树的年纪，对，哦，可能就是量它的这个树干有多宽，哦，然后可能想象一下它的里头的年轮到底是几岁，哦，量树的年纪，那陈毅认为呢？我觉得皮尺好像也就是量树的年纪，可是我看到一个有点像钻探，又像那个对竹蜻蜓，然后它伸下去，那个是什么啊？那个是不知道，是不是在看它的水土保持的？抓水力，哎，感觉好像都很专业。对，我觉得啊，小朋友不会想那么多，哎，我觉得他们在玩一个游戏，在比赛，在比赛，就是每个人选一棵树，然后呢，比如说，哎，我们先来比第一题哦，我们来比谁的树干粗，然后他们就拿皮尺在那里量，然后可能第二题说我们来比谁的树长得高，然后就量高度，是这样吗？小朋友应该在玩游戏吧？有人在拍照，好像感觉在做一些很专业的记录，但是到底是记录什么呢？其实。与其在那边猜，我们还不如欢迎一下这些小朋友的老师，好不好？对呀、啊，没错，我们把老师请到现场来了。好，要欢迎的呢是环境品质文教基金会的研发部主任，我们的郑义展郑主任，欢迎一下他。欢迎义展老师，你好。刚刚好多问题，对不对？对啊。我们有猜是要量树的年龄的啦，然后再来有的说保持要比赛谁的树长得比较高啦，比较壮啦。对啊，老师，当然那些小朋友他到底拿那些尺啊，又拿好像手枪，还有那种什么钻探，他到底在做什么？其实刚才大家讲的都还蛮接近答案的。其实小朋友是在帮树做身体检查，身体检查 像我们人一样要量身高啊、体重啊，或者是要量腰围健不健康。那树其实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树是量它的树高，树高跟树的它是量胸围。对对对对，那树长得这么高，怎么去量到它的高度？对，其实可以用很多方便的小道具去帮忙测量，比如说像是影片上面应该有一个长长的，可以伸长伸长，对对对，刚有看上去的，那个大概可以伸长到十几公尺，是，所以一般大家遇得到的树，应该用那一个一直伸伸伸伸就可以看得到。OK， 那我们量这个树高啊，跟树的这个宽度是要做什么用啊？其实是要算说树木它的一个价值有多少。它的价值，我们应该通常知道那个木头的价值，比方说这个地板是块木，对，还是什么红木，还是什么，它的那个价钱有分，对，树也有价值。有树也有价值，像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木材的价值本身之外，还有很多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些对环境或者是对我们人有它可以提供一些好处。怎么说？像是大家现在在呼吸的空气，对，氧气是树木提供给我们最直接的一个服务。哇，这种感觉好像闻起来没什么味道，然后就是无形察觉到这件事情。哦，这个我相信应该荒野妈妈你自己非常有感受，因为你几乎是每一个月份都会带小朋友去亲近大自然。对，树对你来说，应该那个无形的价值应该很高吧？对，就像我刚刚之前讲说，我们找我们的树妈妈一样，就是我们找到之后，我们就去抱它。对。然后我上次的经验是我抱着它，然后我竟然睡着了。啊？你就觉得就睡着了？我觉得它真的是我的妈妈，好像我回到家，然后就去抱我妈妈，然后就很舒服的我就睡着。所以那种树跟人的情感上面的连结，其实也可以这么深刻哦。对。哇，那刚刚义展讲到说树的价值哦，那照下来区分有一种是比较直接的，我们直接看到比如说价钱啊或者什么，另外一种是间接的，对，像刚刚大家这种感受无形的，哇，好有趣哦，对，从来都没有想过竟然有两种价值的可能。像是最直接的就是钱买得到的，像是木头，或者是现在有个很热门的是二氧化碳啊，它一个二氧化碳封存在树木里面的这个额度，它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有个叫做碳权的一个可以兑换的一个交易商品。这个可不可以再用白话一点？好难懂，深奥深奥。大家看到的木材
它的木材的成分里面，其实它是吸收了很多很多二氧化碳之后，才会变成那块木材。所以当这个树木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它会从空气当中吸收很多二氧化碳。对，那就可以到达到减少温室效应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为了鼓励大家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所以就有人想出来，二氧化碳是不是也可以当做一个商品？如果把它吸收很多的话，是不是我可以给他一点钱，鼓励他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另外想到一个稍微比较实际一点点的就是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台北市，也不要讲台北市，现在其实真的每一个都会城市寸土寸金啊。但是如果在某一块的这个所谓的预定地就是算他们的建筑的预定地，它是有绿意存在的，比方说我可能就是我的住家前面有一个公园，哇那个房价就真的往上飙他们用的方法其实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推估，去看说这个区域里面像是树木这样子绿资源的量有多少，然后再去跟个别系的区域的房价去做一个关联性的一个研究，那就可以知道说大概上的一个地区的树木增加会不会对区域的房价有影响。当然在有些比如说很开阔到处都是山啊到处都是森林的地方，它影响可能就没那么多，但是在市中心精华地段要有一小片森林，其实是又让我想到纽约的中央公园那附近的房价然后饭店那个高档的住宅区，就小小的一个空间可能就是要真的叫做豪宅。我觉得呢对这个调节温度也很有作用。刚我们提到纽约的中央公园嘛，所以其实美国的环保署还有一个报道，他说呢在这个有树荫的区域跟这种阳光直接曝晒的区域，你们知道吗，两边的温差可以相差到11到25度，这么多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夏天要开冷气，那其实那个电费算下来，然后再加上它对那个环境的那个影响，还不如其实真的就是家里如果附近都有所谓的植栽有森林。不过我知道像前一你小时候其实是住的是农果园对不对？国小那段时间住在龙潭，它很有名，就是一个大草坪，石门水库那边大草坪。然后我记得那边就是有一个土地公庙，然后很大很大的老榕树，他都会在那边泡茶啦、聊天啊，觉得是那种就是情感上的记忆。就是那样子的一个画面，其实都是在我们的那种深刻的印象当中，会觉得好幸福、好悠闲，然后很自在。那荒野妈妈，你自己本身真的常接触大自然，跟你现在居住的环境，会不会在你的环境里头，其实也越来越要求那种一定要有绿树？要有公园，自己会不会这样？对，像我本身就是住在新店山区，对，所以我们打开门看到的就是山。我讲到这个，我记得我以前呢在念书的时候，我有对这个树的感情，对，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它有一片树林，不能算森林啦，一个树林这样，但是我们比较调皮，所以我们都会趁下雨过后，一摇那个树干，然后雨滴就会这样掉下来，所以每次大家呢开同学会回想到那时候，就会说啊，你们记得吗？我们去那个树林的时候，大家都在这边玩，其实有时候还蛮想念那棵树。不过说实话哦，因为其实要做到这个保护绿地或者是说保护树木，其实在都会里面其实是比较辛苦，而且是比较难去做到的。对，比方说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也许真的看到身边有很多的树，但他完全不知道，完全不认识那个名字是什么。对，那我们的政府或者是说我们的地方，还有就是老师你所从事的工作，在这一块台湾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努力？其实树木保护或者是大家开始回过头来再认识树，它的历史不会很久，大概只有20几年。20几年。那台湾有记录最早的就是我们开始重视这些老树的资源，是在大概1986年，在金门的时候。在金门竟然不是从台湾本岛，不是从台湾，是在金门那时候是20几年前，是在金门的林试所，有几个很热心的林试所的所长，他们觉得说，我们刚应该要开始重视树木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他们花了一些时间跟经费去做一个普查，大概了解金门的状况，大概100多种老树把它给抓出来，那金门做了之后，台湾就不能要不落人后，所以在90年代的时候，台湾才慢慢开始以台湾省为范围去做一个树木的一个普查，那前前后后大概花了十年的时间到。
省政府被裁定之后，对，然后有记录了大概1600多种的一个台湾的老树。嗯，那可是对我们来讲哈，我们就会觉得说，啊，树不就在那吗？对不对？啊，就是风来了，它摇一摇嘛，动一动嘛，吹吹，然后树荫，对对对，然后要不就是它，反正就是硬生生的在那个地方。嗯，树也有情感嘛。树也会说故事，树会说故事。其实，树木它虽然不会讲话，但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讯息是试图让我们人类知道，就是它现在长得好不好或健康不健康。这是树也是有一些讯息要告诉我们的。树其实跟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树木的身体不好的时候，就像人健康不太好的时候，它可能会。比较没有精神，或者是皮肤比较暗沉，那树木也是一样，皮肤比较暗沉，它的叶子就是生长的叶子，它就长得没有像以前这么快，或者叶子没有这么翠绿。当然，要先判断它是不是会落叶。是如果在落叶季节落叶，那它是正常。那当然就不准了。对，像是叶子，或者是枝干的形状，或者是它枝干生长的方向，或者是形式，甚至是树根，都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树木的健康讯息。举例来说，对，树根。对，有的时候常常看到树根会浮起来，或者是树根会往一边侧面倒过去，那些都是它在告诉我。比如说它的生长地很受到局限，对，它的根就要站起来，然后一直缠绕着，好像很想往外面走。那其实都是他在告诉我们说啊，我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住了，这个泥土不好了。真的就像我们刚刚其实一展大哥所说的，其实树也会生病哦，跟人是一样的。那我们人也会老，然后也会有身体不好的时候。那像你都带小朋友去跟大自然接触，跟这些树木做一些比较近距离的拥抱。我觉得那个从小怎么教他们，跟他们说，其实树它也是活生生的一个生命。那种接触，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小朋友有不一样的反应跟感动。可不可以聊聊这个部分？嗯，像我们会有一个团集会的活动，就是去攀树。对，到小孩带小孩子去攀树。对，可是不是像一般这样徒手攀。对，我们是会借由工具绳索。是，哇，那是爬很高，很大的高。对，是大，一定要大树才能支撑我们这么多人的重量。对，还有小朋友的保险啊，那些配备一定要很完整。是，可是我们在攀树之前呢，我们一定会请小朋友一起做祈祷的动作。对，我们要跟这棵树讲说，哎，我们即将要爬到您的身上，对，然后学习，对，然后请您保佑我们安全。对，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就像我们进去山里面活动，我们也是要进山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有一个尊敬大自然哦，因为其实它才是我们这个算地球之母啦。哦，对，哦，那当小朋友爬上去之后的他的那种感，我相信有很多的都会的小朋友是从来没有爬过树的。我这边就有对，我从来没有爬过树，对对对。哦，那个小朋友的他们心情都是很雀跃的，然后觉得害怕吗？害怕就是爬的当下可能会尖叫啊，或是什么。对。可是当他们靠自己力量爬上去的时候，那种感觉，他们可能一辈子第一次碰到。对。对。因为对他们来讲，像刚刚你有说，蒙着眼睛找一棵属于自己的树妈妈，你抱着它，你就睡着了。那我相信对小朋友来讲，那种感觉就是我找到树爷爷了，对不对？我去抱抱他，原来树爷爷让我有这么棒的安全感。哦，所以其实真的以现在这种环境来。讲要种树、植树、爱树、护树，我们要去怎么样知道说他生病了，然后要跟什么样的机构来做求救呢？因为树不会讲话啊。嗯，因为其实大家在都市里面看到树，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第一个大家可能会感到困扰是不知道找谁。对，那不知道怎么办。对，那其实这几年他的情况有改善很多。那像在现在大家。受保护的树木应该是找文化局哦，找文化局，然后甚至在 Google 上面 key 一些关键字，都可以找到一些联络的单位跟联络的窗口。那如果是生病的树的话，在林务局它的网页上面有一个树木的一个防疫的资讯系统，它甚至有一些申请的表单，对，大家可以上网去填一填资料，然后记录一下那个树的状况，再送到那个系统里面，它都会有专员来为大家服务，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案件编号，大家还可以追踪说现在处理的状况怎样。树有医生吗？树其实也是有医生，有一群很热心的人专门在
帮树看病。哦，那台湾的树医生制度现在还没有发展，所以我们比较主流的是跟日本的树医制度来去做，它需要一连串的受训，嗯，然后还要考试，还要考试，会教导非常多关于树木的一些基本知识，或者是树木如何去治疗，或者是甚至是用药，或者是它的一些外观的一些处理，嗯，去解读树的身体语言。Okay. 那这些都是树医生会来去做跟学习的地方。哦，哎，义展，那刚刚啊，我们可以呢透过网站求救，然后呢也可以找树医生。那有没有什么是像我们这种素人啊，平常就可以照顾我们身边的这些树木的呀？照顾身边的树，第一个要确认说它是你可以照顾的。比如说路边的像是行道树或者是一些政府机关或者私人用地的树，那如果你突然跑进去都要做什么事，可能就会有一些法律的问题。有那个算是公家的财产，对不对？那可能不是我们私人的财产。这让我想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新闻报道，那可能某一个社区，然后他们有一株老树，那可能因为可能都市变更啦，然后可能要改成工业用地啦，或者改成住宅啦，那可能就是在当地一些跟这些老树有很深厚情感连结的这些居民，他们就会出来抗争。对，其实像那个我们的陈医生，你是不是说有一个例子是在我们这附近，他其实是某一个地方搬过来的？对啊，对对，就是我们要来大台录影的时候，大渡路上那一排的那个加东树，是我听说他是以前那个捷运要盖小南门线的时候，从爱国东路还是西路那边移过来这里的。哦，我觉得好棒哦，那他们就没有被对呀，就丢掉啦，就不会被砍伐了嘛，然后就移过来，就换个地方住而已。那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公务机关，是他因为大家爱树的意识提高，他会选择说，哎，我是不是把这个树木移植到别的地方，甚至把这个树木存放在树木银行里面。还有树木银行。但是这其实对树本身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伤害。你怎么说啊？不是只是换个地方，但树还在啊。就像刚才荒野妈妈有提到，树它的一个根其实是伸到地下很深很广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要移植的时候，当然是只能移植树下面的一个土球。嗯，那通常我们会把它的根给截断。哎呀，那截断的过程当中，它就容易元气大伤嘛，就像人要三天两头要搬家。对。然后这个截断的地方也很容易造成，比如说一些病菌的入侵啊，或者是它的组织受伤，就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恢复它原本吸收水分营养的功能。所以大部分的树在移植之后，它的一个成活的比例其实是非常低的。但是我知道，其实比方说像我们的这个义展大哥，你自己本身居住的环境跟你是小朋友出生的地方，然后那一条街，那个对你来讲就有很多不同的回忆跟情感。嗯，我觉得情感是人要去喜欢一个树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嗯，像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开始回想自己的生命过程当中有没有任何跟树有关的事件。嗯，我举我自己为例，我小时候是住在天母那个附近，那我是在马街出生的，所以我在对中山北路这条路上的风向啊就非常的有感情。那刚好前一阵子我的小孩也是在那边出生，老婆在那边坐月子，所以因为坐月子关系，我下班结束情感的延续，每天除了要去看小朋友之外，还要顺便看看的树，就觉得他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些故事在。我觉得大家很常忽略，因为树木它通常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动嘛，它就静静的站在那边，可是它是有生命的，对不对，荒野妈妈？是，没错。所以呢，不如就把它当作我们身边的朋友、亲人，一起来照顾，一起来保护。我们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对。哦，那有时候真的回到这个绿野盎然的，对，是啊，它也是我们的妈妈，对不对？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义展大哥，谢谢。哦，那今天分享了那么多，当然我们很希望哦，就是每一个人其实真的回家都像是走进山林里，去闻那个味道，什么叫做芬多精，什么叫做负离子。但是毕竟我们没办法把整座森林搬回家，这个时候可能真的就希望有一些那种清新天然的味道在家里能够出现，那就是芳香剂咯。可是芳香剂现在有很多人就强调说啊，它好香，然后它有什么柠檬的味道啦，葡萄柚的味道啦，要不就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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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的味道啦，是天然的呀。它讲到是天然又不含甲醇。可是我们说实话，
如果真的有特别标榜，就真的放在家里闻进去、吸进去，就真的安全吗？我是有点怕怕的。我也是有点存疑啦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芳香剂应该怎么样来做选择。你知道芳香剂是如何消除家中的异味吗？今天美丽新生活将告诉您其中的奥秘。哈哈哈哈，我是师傅先生。嗨，我是眼干小姐。对付异味，我们最有一套了。真的哦，不过别担心，厕所有异味就看我的了，我可是吸臭专家，只要我一施展出吸臭大法，各种味道都逃不过我身上的孔穴。佩服佩服，接下来看我如何对付鞋柜中的异味。嘿，我的芳香罩可以用更强烈的味道去干扰原有的气味，让你忘了臭，只记得我的香。遇到异味，究竟是吸臭大法厉害，还是芳香罩有效嘞？西府先生和掩盖小姐，谁才是消除异味的佼佼者嘞？当然是我了，吸臭大法最厉害。芳香罩，芳香罩，芳香罩。各位观众，您觉得嘞？嘿，家里难免有异味。对，有两个角色，刚刚看到，哎呦，西府先生跟我们的掩盖小姐。大家来看看，你们觉得刚谁会获胜啊？谁会赢？吸附先生吧。你觉得是吸附、啊？味道是被吸附掉的、嗯，所以跟吸尘器一样，把臭味吸走就对了。大概所以他应该会赢哈。嗯，陈怡呢？我也是觉得应该是吸附，可是我很好奇，那个掩盖之后，它那个味道跑去哪里了？怎么办呢？好问题、嗯，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专家来到现场。没错，我们欢迎这位专家呢，是我们的芳疗学术研究发展委员会的主委陈秀丽陈老师。欢迎陈老师。你好，大家好，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闻到现场真的就是天然草本的味道。嗯嗯、对对对。不过我们回归到刚刚影片看到的、嗯、就是说，因为现代人很多人都会去买什么芳香剂，对，放厕所的啦，放衣橱的啦，鞋柜鞋柜的啦，或者放车上的啦，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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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芳香剂到底这个是有害还是无害？嗯、然后刚刚讲的。是用什么样的原理？是吸附呢，还是掩盖它？啊、哦，对，好，我们来谈一下哦。其实现在坊间很多芳香剂哦，它其实是在做一个这个香味的掩盖，它并不是在处理，是、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嗅觉会疲劳嘛。那一般的芳香剂，你有没有觉得它的特色就是它的香味很浓？对，而且浓得跟。譬如说，它标榜它是玫瑰香，好的，它其实没有感觉到那种玫瑰的那种淡淡的那种清纯香，你闻到是很浓郁的玫瑰香，每一口都吸得到的感觉。那这样子的感觉，闻久了头会晕。对 ，OK， 那会晕的话，其实是我们的嗅觉传达大脑做一个。排斥的动作，对抗它的动作、嗯。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它这个香味其实不是处理这个异味、嗯，这些比较算是有毒素的气味，它其实还是在的。啊，那我们被骗了嘛？是我们本来吸进一个臭味，对，结果用了芳香剂吸进两个臭味。对，那我们还要隐忧的就是所谓的它的溶剂的问题。溶剂，因为应该要扩散嘛，是对的，它要让那个味道能够扩得很开，才能 cover 住，就是掩盖住你的异味。对对嗯、那这在当下的时候，它需要一个让它的味道扩得更开的，能够挥发的更快。对，那这个时候都需要溶剂了。欸、那溶剂有哪一些？好 ，OK， 我有准备一个板子。对，其实常见的溶剂应该会放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芳香剂里面，应该就是甲醛、丙酮、甲醇。哦，这三样。其他是比较不会，譬如它是发杀虫剂里面才会放入的。那我就知道杀虫剂，我们不会一直去闻它嘛、哦對，这个就不 worry 了哈。比较 worry 是这个甲醇的部分。甲醇，那甲醇是什么？其实甲醇是一个工业用的酒精，工业用的。对，所以说我们一般看到工业的酒精，其实它就是甲醇，它不是乙醇。哎呦，好，它不是乙醇，差很大，差的酒精，俗称木精。那我们如果吸入之后会怎么样？对，说真的，它闻进去，它伤害到我们的呼吸道，是伤害到我们脑细胞。对，它不小心长期接触了，它也会进入我们身体，伤害我们的肝肾，因为肝肾是要一个解毒，一个排毒嘛。
在美国哈、嗯，其实它的哮喘的这个人口很多，是。好，这哮喘人口呢，听说有这个九百万的人口，那这九百万的这个哮喘人口，75%是用了不当的芳香品。那我要问一下、哦，因为我相信其实在座应该每一个人都用过芳香剂吧？有啊，有啊，陈怡一定用过嘛、嗯？有啊，我在我们家的鞋柜会用，因为就是说丑丑的就给它喷那种，对啊，难免就脚夏天流个汗哦，尤其是家里要是有男生，像我老公有有，一进来就先去洗脚，有没有、嗯？对啊，所以其实那个鞋子鞋柜一定会有异味。对，那我们的这个荒野妈妈家里有用芳香剂吗？我是不用的。哎、啊，你不用？对，因为我觉得自然的生活、嗯、那些味道真的很不天然。是，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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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像这种鞋柜啊，那你家里万一有奇怪的味道，你怎么办？就是要求小孩脚洗完再进来啊。哦，也是跟我们一样，洗完再进门。对，其实我还是觉得。天然的那种，没错。说真的哈、哦，家里有不好的味道哈、哦嗯，不只是影响我们健康，也影响我们情绪。会哦，对不对？那原则上来讲的话，就是我空气要流通嘛哈，这是一定的，尽量空气要流通，要完全密闭。对，一定要让它空气流通，这样子也比较不容易感冒。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家里面呢哈，针对一些比较会藏污纳垢的地方，比如鞋柜啦、衣柜啦，我们可能要居家要常去做一个所谓的清洁的动作，对，再来我们就要思考说怎么样去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天然的这个香料。哎呦，现场其实真的很厉害，天然的香料。哇，这个现场闻起来的那种感觉，心情就特别愉快。我们现在这个美女闻到这是什么？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好好好，这里面呢，这个柳丁皮吗？柳丁皮也可以。对，我们吃的柳丁皮，忘了柳丁皮才是真正味道的地方。对，你知道萃取高档的这个所谓的甜橙精油。是或苦橙精油，它的萃取来源不是果肉、欸、所以是果皮啊，是果皮里面的分泌腺、啊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吃那个果肉，是不是有白白的一条一条？对对对，下次那个不要撕掉、哎、那个是分泌精油的地方。是、哦、对，哇塞，原来这些果皮有这么大的用处，然后装在一个小袋子里面，对对对，那我就可以放在衣橱里，还有下面哦，还有吗？有一点迷迭香叶，哎呦，迷迭香耶！那这种迷迭香其实是让那个柠檬皮跟这个柳丁皮，它的味道比较能持久。哦，所以这样就是一个搭配啊，这样可以放多久？四天都还蛮香。哇，四天都还 OK。四天，但是我们天天可能吃水果啊。对啊，对啊。如果你家比较热的话，可能这个两三天都还蛮香的。OK， 那现在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要来跟大家考一下哦，在没有鼻塞的状况。如果鼻塞的话，什么都闻不到了。这个意思是说，鼻子对臭味最敏感的部位，是因为鼻子我们晓得嘛，大家鼻子就大概是这样长长的，对，就是可能有三个区块、嗯、那大家来猜猜看哦，究竟我们的鼻子呢，这三个区块到底哪一个区块对那个香味跟臭味啊是最敏感的、啊、这有你这边吧，比较中庸一点、嗯、对，我猜是一，你猜是一，因为它比较离脑部最近哦，它传达讯息告诉脑部说我现在闻到什么味道，是也有道理哦。嗯，我也觉得是鼻孔。你觉得是鼻孔啊？只有我时间闻到的，只有我一个人选二。那我们老师解答一下，我来解答一下，味道到底从哪里？其实我们的一是叫做嗅球组织，嗅球它有1000万个嗅觉的神经细胞，1000万个跟大脑相连啊，所以说它会做味道的分析，分析完以后再传到大脑。所以如果比方说我可能今天鼻塞在这里塞住了，对，我传不过去了，我就闻不到味道了。对，没错，大脑对它就没有办法去说，哎，这到底是什么味道？就这么简单。但是如果是好的味道，自然的味道，大脑呢，它就知道，哎，这是 nature， 这是好的，让我愉悦的。它还会再往后面传，叫大脑边缘系统。这更深的地方。对，大脑边缘系统就开始跟香味记忆有连结了，开始被哦，你在薰衣草田曾经放风筝，哎，那你看，可能感觉上就非常的放松。这个叫脑内革命。好有趣哦。所以呢，荒野妈妈答对，就是在这个7公分的地方。所以我们有一首歌叫《味道》。有没有就记得什么样的味道，它有一些故事的连结。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是提醒大家啦，真的用天然的是最好的，能够自己 DIY， 然后让这个整个室内的空间充满着非常天然的气味哦，常常整洁一下，哎，你的心情也会稍微比较愉快一点点，对不对？好，那如果呢各位你可能会在讲说，对呀，现在住在这种比较狭隘的空间当中，我们面对的都是
四面全部都是水泥墙，对啊，该怎么样来做一个不一样的心情的提升，或者是说利用自己能够自己做一些植栽，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下，让这个房子开始会呼吸呢？对啊，如果呢不能常常到绿地去的话，那有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家就变成一个会呼吸的家？哎，其实是有机会的哦。那么接着下来呢，这一段影片呢是我去出的外景，欢迎了。哎，我们真的要去动手做一个很简单，但是会让你的房子能够呼吸。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可以呼吸呢？一起来瞧一瞧哦。大部分的人待在室内的时间，一般来说都比较长，各式各样的文明病也越来越多。你是否也想拥抱大自然？所以现在就跟我一起来学学如何布置一个会呼吸的家。他是卓玫瑰，因为爱植物，成为一位帮居家绿化的设计师。在种植的过程中，发现植物沉淀心灵的力量，而走入园艺治疗的领域。今天他要教我们如何把健康绿活的种子带进家里。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样子的一个植物啊，这个房子的光线跟它的条件，这些植物其实真的都可以很好的生长吗？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啊，就是我们在室内如果不开灯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很自在的看书、看报纸、看杂志，是这样的光线，你就可以很自在从容的去准备你的室内植物了。 OK， 所以像我手上拿的这两盆，这应该算是发财树对不对？是。那老师手上抱的这一盆，我们现在就来布置一下下、看看那个布置之前跟我们放了绿色盆栽之后，这个环境看起来会不会比较不一样。今天我跟着卓老师来到这个位于新北市三峡的一栋大楼，为这间刚装潢好的新家量身打造绿活空间。看着这些现代感十足的居家设计，在摆放的过程中又需要注意到哪些细节呢？现在就请你跟着我们一起来养一个会呼吸的家。像这里这样子的一个客厅的空间啊、对，大概需要多少盆的盆栽那个数量才是够的？其实以这个空间来说哈、我们主要以这个黄边百合竹这样的一个量体，其实就已经非常足够做整个空间的这个照氧啦、移除二氧化碳还有空气净化的效果哦。所以只要其实这个空间来讲，严格上只要它那一株其实都就已经够了。是的，是的。所以其他的这些就等于算是小小的绿化的美化。对，没错没错。Okay， 然后给装饰用，视觉上面不同的感受这样。OK， 对。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植物需不需要洗澡？最好要啊，我们在自然的环境底下，原本就是日晒，对，风吹，对，雨淋，是，所以洗澡对植物来说也是一个必要的。那怎么洗澡？你很难一夜一夜慢慢去擦它吧？室内的环境，我可能只能建议大家就是一夜一夜慢慢的擦它。真的要一夜一夜擦？对，但大概多久需要洗一次？我还蛮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一个月帮他洗一次澡，他健康我们也健康了。哎、对啊，对，因为其实他也是在行动光合作用，然后也是在涂氧气给我们。对。原来种植在室内的植物，还要帮他们洗澡才能长得好。我觉得照顾植物就跟照顾人一样，一点都马虎不得。虽然要花时间，不过看到家里充满了绿意，不但空气变得清新，心情也会很愉快哦。以前我们会有一个迷思哦，我还记得好像是小学的时候，有人就是跟我们讲说，家里不要养太多的植物，因为植物会行光合作用，晚上呢白天它是在涂氧气，可是晚上它会涂二氧化碳。他说如果你种太多绿色植物在家里，可能我们就要跟它抢氧气息，是这样子吗？我觉得大家其实不要太担心这件事哦。对，我们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有没有任何一个动物在森林里面晚上睡觉的时候窒息而亡？目前为止好像没有这种数据跟这种说法。所以其实大家其实是可以不用担心这么一回事的。 OK， 所以反而像这样子的一个植物放在家里，然后它也可以除了绿化以外，我觉得会让我们心情更好。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空气当中哦，室内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有时候可能真的窗户关着，还是会有很多的污染。是，我讲的污染还不见得是那种所谓的车水马龙外面的交通的污染粉尘，我讲的可能会是我们的建材上面所用的一些染料，或者是一些油漆啦等等，它所散发出来那些比较有毒的一些物质。种植栽对这方面是有帮助的吗？当然有帮助啊。其实从那个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它的各种的研究数据当中啊，还有我们自己台湾的环保署他们所做的这个空气污染净化跟植物之间，他们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结果，都证实说我们的这些室内植物，尤其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黄金太阳黄金梗，那它自己本身在净化甲醛或者是一些空气的不良的污染物，是它的效果都是非常非常卓著的。哇，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种植在室内的植物，除了能够行光合作用，还有净化空气的效果。只是种植花草，总是免不了会出现虫虫危机。发生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就在于说，我们种植的方式，我们种植的方式可以把它改变成说，我只要取这个本身的小蜘蛛，对，好，那不要带土哦，不要带土，对，我们直接把它种进去，然后直接把我们的植生陶石，对，用这样的方式来种植，所以它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虫的问题，是，所以它里头全部放的都是所谓的陶土，对，哦，这样子就好了。这个陶土啊，是用水库的淤泥所做成的，除了环保之外，吸水性也很好，而且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仔细听哦。哦，原来陶土会唱歌，是因为它的里头的，它里头都有饱含很多很多的那个孔隙，当它吸水的时候，是自然而然空气被挤出来，对，就会发现啾啾啾啾啾啾啾，对对对，像小鸟一样在叫的声音，好可爱哦。这是我第一次听石头唱歌，感觉森林、小溪、瀑布就在身边。原来绿化可以这么接近大自然，我真的好想把它们都带回家哦。所以其实如果各位在房间里头真的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的绿意，放上这样子的一个盆栽，看起来真的就会觉得不一样的感觉，没错。不过呢，主要跟大家介绍兰花是还有另外一个用意哦。还有什么用意？兰花或者是待会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植物是啊，它在夜间消除二氧化碳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哎，这跟我们一般对植物的想象的是不一样，是不太一样。通常是夜间他们是在制造二氧化碳，但是他们是在夜间是消除二氧化碳。对，哇，所以其实它放房间，尤其是我们在入睡之后，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是的。没想到在家里摆放绿色植物有这么多的好处，经过卓老师这么详细的解说，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原来要养一个会呼吸的家这么简单，就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动手做做看。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哦，这个都市里头的居住的空间，有时候真的太过匠气了。对呀、啊，哦，四四方方的，只有一些什么固定的家具。啊、可是偶尔你看摆上这样子的一种软件，哦，其实真的不管是植物也好啦，或者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兰花花卉盆栽也好，你不觉得整个空间里头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温馨，很舒服哎、欸。陈毅，你们家有这样子吗？摆一些植栽吗？我们家以前小时候有，可是现在住在台北，因为公寓小小的，对，也没有地方可以种，对啊。而且重点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不是像卓老师一样是绿手指。哇、啊，我们通常就觉得 啊，兴冲冲的，可能跑到花市去买个几盆回来。可是因为自己不会种植。对啊，对啊。对啊，像那个荒原妈妈，你会种植植物吗？自己会。我们家的绿化是在家门口的花园。哦，在门口的花园。然后我种的是菜。哦，种菜。对。其实也
是一种安全，哎，然后自己又可以吃，对，然后在还没有可以收成的时候，它可以拿来当观赏用，对呀、啊，也很棒啊，而且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动手做，没错。当我们在影片背后啊、嗯，看到一个就是，那不是土壤，好像是石头的，那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叫做秘密武器，其实它可以很棒的地方是它会吸水。然后再来呢，它可以防止水分散失，而且它重点是卓老师非常推崇这个东西，它是因为是台湾做的。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好不好？它会唱歌哦，怎么可能？你相信石头会唱歌吗？而且很好听，很好听的歌哦，不是碰撞的声音。嗯，我们来听听看。它在呼吸，它有在动。有没有听到像小小像小鸟的声音？有没有？对，它如果数量更多的话，它那个声音更好听。我一开始觉得好像跳跳糖哦，哎，对，有一点点那种感觉，然后也有感觉好像是在那个山林里头的那个溪流，然后旁边可能就有那种虫鸣鸟叫的声音，它是很天然，然后真的小小声，然后就会觉得说，哎呦，怎么这么可爱？其实真的身边有很多很多很可爱的小小的绿色的植物，其实都可以做得到。对，不但呢视觉呢很享受，是，而且有时候闻起来觉得家里的空气清新了很多，对，所以也不要用芳香剂啦。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呢，很多的这个都会的小朋友啦，爸爸妈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荒野保护协会，对不 对, 对？就是跟我们的这个荒野妈妈是一样的，去抱抱大树，对，因为它也是我们的母亲。有时候真的投入妈妈的怀抱，那种感觉是特别的安定哦。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心情故事哦。那么今天的内容各位你还喜欢吗？当然在下一次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同样的还会分享很多很多很棒的绿色的资讯，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打造绿色乐园。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地球，留给我们的孩子一条清澈的河流，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碧蓝的天空，留给我们的孩子一片草原绿油油。